好久都没有吃过潮汕的卤味了。我们今天在海珠区的革新路这里，我们要去要找一家好吃的店。原来一拐角就到了。狮头鹅拼猪手饭。这个是配的苦瓜汤，例汤来的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饭，鹅肉拼猪手饭，闻起来好香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鹅肉，这个皮下都没有什么脂肪，就薄薄的一层皮，而且吃起来肉质还是比较嫩的，不会柴耶。这鹅肉看起来就挺多汁水的，鹅肉还是比较入味的，但又不会咸哦，味道刚刚好。这份饭在这里原价是28块钱，我团购的就25块钱，感觉肉还是挺多的，分量也挺足的。这是猪手，有点肥的也有瘦的，还会拼了一些配菜，就是萝卜脯、酸菜、青菜，还有卤蛋、豆腐。这里的猪手也是很入味，而且外面的皮是比较爽口的。这酸菜看起来没辣椒，吃起来还有点辣耶。倒一点白醋，是这里调好的，这个醋是有一点点辣味的，然后配着这种卤味一起吃的话，会感觉更加开胃，大口大口的吃肉都不会觉得腻。这种潮汕地区的萝卜干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很开胃。其实潮汕的卤味我喜欢沾点他们的醋一起吃，感觉还有一点点那种酸的味道。吃完了，还挺好吃的，这里的分量也还可以，比较适中。这个外面的吧台专门用来放外卖。